大家好啊，各位恭喜发财啊，虎年行大运。嗱，呢度有我系新西兰嘅二德太阳啦，同埋社长 Raymond 王。你好，我们又见面啦。咁 KTML 就话沙田区污水已经染到病毒，其实而家区区都会有噶啦，区区有新冠，真系噶吓，系啊，即系罗兰姐嗰个节目啊嘛，不过改咗名，叫区区有新冠。刘兰姐就叫大家打疫苗，冇人听，咁啊区区有新冠咯，系嘛？冇办法噶啦，呢啲系啊，冇计噶，呢啲系佢哋呢啲系戆夸嘅啫，即系好坦白讲，即系有啲人做嘅嘢咧，就系破坏香港嘅吓，即系我哋尽量咧都系令大家好少少嘅，咁但系事实上就冇办法啦。我哋人微言轻，你睇下而家几多人听紧？571个咋？大 Q 真系人微啊！咁啊 ，Coki 咪啊，车工叫咗嚟屋企煮饭食啊，唔好周围去啦。系啊，微澳不如微做啊嘛，即系自己屋企个做，你自己屋企个做啊，自己屋企自己个做度煮下嘢食就好啦，系嘛，唔好出街食啊嘛，咁好难搞噶，而家系咪嗌咗你都唔肯做嘅，好多人啊。Banding Kid 就话有位市民话冇得拜年去拜车公，呢啲就系白 Q 痴嘅。我话俾大家听，即系白 Q 痴到不得之了吓。嗱咁嗱呢个都要讲翻啦。即系你话车公系政治家，其实严格嚟讲咧又唔系嘅吓。即系呢个叫车大元帅咧，其实系宋朝末年嘅一个勇将嚟嘅吓。咁点解会封佢做大元帅？因为有功平定江南之乱啊，同埋咧仲有嘅呢个车公咧，以前咧就驻守西贡嘅，其实佢系一直护驾嘅呢个车公系。咁但系其实车公叫咩名咧，我都唔知，而家净系知道叫车大元帅。车公系啊，咁其实香港都大把车大元帅，不过佢叫车大炮元帅，大把嘅而家系。所以大 Q 王好敢言嘅，佢哋而且仲系乜都够胆讲，乜都够胆讲，喺冲锋上装支大炮。Polysafe 点解又要更正嗰个赛果啊？嗰个赛果系咩啊？我都冇理到啦。其实我其实今日都搞迟咗，有啲嘢做紧嘅，所以结果唉，输钱就输钱啦，冇所谓啦。唉，有时冇办法嘅啊。咁嗱，即系跑马嗰啲咧，唔好当系养老豆啊呢啲。啊，即系冇咁准噶，其实即系啲 tips 嗰啲，咁我又中咗两只13第七场，咁啊都唔中啊，13同4都唔中，中两只冇用啦，系咪先？其实冇计嘅，有时即系好难中啊，赌马唔系咁简单嘅，即系啲人觉得哇我识啊，你哋唔识啊，咁你都唔识就讲咁样，哦咁即系其实讲真啊，你大部分人嗰啲 tips 咧，其实都中唔晒四只嘅。其实好多时候都是两三只咁嘅啫，个事实就系咁举个例子啦，即系有时候中到啲冷脚，你唔中嗰啲热嘅又系冇用噶嘛。其实就系咁嘅，即好似六场咁样，咪中11、12咯，即系头四只嚟讲啊，最冷就系11号啊。咁但系其他嗰两只我都冇唔中啊，我拣咗13咪唔中咯啊。咁冇计嘅，呢啲系赌马就系咁噶啦啊，唔中嘅几率一定系多噶嘛。咁啊，劈劈劈就话车公俾班解钱佬激到眼擎擎，曲解原意啊，变咗车大炮元帅，其实系好麻烦嘅成件事系。空威斯就话政府唔系叫咗各大宗教领袖呼吁唔好搞大型聚会吓，点解车公唔听？喂，嗰啲苗族唔听啊嘛，苗族你知唔知啊？你明唔明啊？其实因为车公诞个问题系正月初二啊嘛，所以嚟初三先至系去。拜车公啊嘛，你同埋啲人运气唔好，亦都会转风车同埋去打个鼓嘅。其实系佢要转运，其实一班人要转运。咁即系嗱，呢个我嘅睇法就系佢哋呢班人咧就系戆夸夸嘅啫。即系讲真，你咁样转一转咧，就肯定行衰运嘅。有啲人就梗系会出嚟讲啦，我拜车公边会有疫情啊？冇嘅，一定唔会染疫咁样。拜完咪染咯，咁你咪睇下咯，你咪睇下咯，你咪去睇睇咯，系咪先？有时真系啊，咁啊，
Kitty Mail 就话车公庙班人搵钱就真啦，咁梗系啦，佢因为得一年嘅，一年得一夜嘅啫嘛。其实系你平时边会去拜车公啊？平时都有人嘅，都有人，好少嘅，唔多咯，真系好少嘅。其实咧，一年咧得几镬嘅啫，其实就系、是、几日大节，车公庙大节日搵镬搵食嘅系嗱。车公庙就咁嘅，农历三月廿七、六月六、八月十六就会去嘅。大时大节呢啲大时呢啲几日嘅啫，其实搵钱系啊，但系嗰个问题咧，嗱，即系都要讲翻清楚啦，就系即系呢啲咁嘅庙宇咧，其实好搵钱嘅。你做庙祝嗰啲人系搵好 Q 多噶，你自己去睇下你就知啦。根本上啊，即系搵成年钱噶啦，嗰几日系啊，佢系几日搵成年钱嘅，佢哋嗰啲佢点会？唔开啊，佢实开啊，实开啊，大佬系啊，话住你咩防疫乜都好啊，系啊，咁其实咁嘅，先钱先，系啊，嗱，即系咁，嗱，其实咧，车公庙系点嘅咧？呢、這个都要讲下啲嘢，嗱，即系喺香港，其实除咗沙田车公之外咧，仲有濠涌车公庙啊，咁濠涌车公庙嗰间咧，其实系老啲嘅，其实系，哦，系啊，系啊。是老啲嘅庙嚟嘅，系老过沙田嘅。咁即系嗱，呢个传说嚟嘅啫，就系、是明末崇祯年间啊，新界好多地方都有疫症流行，啲乡民咧就觉得车大元帅咧系可以医病，有除瘟救难之力。其实即系咁讲，你而家去咗而家呢个世代咧，你有冇必要信即系车公可以吓、啊，即系除瘟救难呢？其实就冇必要嘅，冇必要啦。其实如果大家都打疫苗，大家用安心出行，已经可以除瘟救难噶啦。大家听政府嘅意思去做，配合政府嘅意思去做，已经除瘟救难噶啦。吓、啊，咁即系呢啲迷信嘢咧。嗱、啊，我唔系贬低呢啲宗教信仰啊，即系或者民间信仰，唔系贬低呢啲嘢。但系民间信仰嘅嘢，你做还做啊？即系譬如你求签啊嗰啲，我唔系反对求签噶。有啲人要增加嗰个信心。即係增強嗰個信心，同埋有啲嘢好迷茫，啲安慰啦，要增加翻啲信心去拜下神嗰啲，我覺得冇嘢嘅，我覺得冇問題嘅，即係我唔係啲反對宗教信仰嗰啲人嚟嘅。好啦，你有呢啲民間信仰，其實都係好事，但係喂，邊有啲民間信仰嗰啲廟祝啊，可以亂差唔平嗰啲時政啊，即係冇根據嘅咁去講啊嘛，喂，即係。你话特区政府抗疫不力，咁点样抗疫有力先？系咪拜车公就可以抗疫有力先？唔系啊嘛，嗱，即系嗰个情况咧，就系、是、车公庙嗰度吓，即系而家沙田车公庙嗰度，佢就咁嘅。嗰阵时咧就系崇祯年间，佢就沙田嗰啲乡民咧就想揾车公去，即系沙田救灾啊，即系。就要，因为嗰度个濠涌车公庙咧，就有车公祖孙三代嘅神像嘅。沙田嗰啲村民咧，原来咧就想请啊车公去沙田救灾，但系濠涌嗰度啲父老咧就唔同意，就俾咗车公个孙去沙田。咁跟住咧就有咗呢个沙田车公庙嘅。其实就系咁嘅，啊，即系其实而家沙田车公庙嗰个咧，其实就系车公个孙嚟嘅。嗰间庙就系车公个孙而起嘅，车公系啊，系啊，即系当然你话濠涌嗰度点解冇咁鼎盛，其实有个原因嘅，嗰度交通唔方便咯，嗰度喺以前亚视厂房再入啲嘅要，其实系以前嗰条河咧仲会变色嘅，扑佢个街，因为未喺红色，未系啊，嗰条河唔系嗰条河系掩厂，系啦，佢有间掩厂喺嗰度，所以咧濠涌嗰条河咧。以前咧，我经过嗰度嘅时候咧，细个经过嗰度嘅时候咧，每日都唔 Q 同色嘅，扑佢个街条河，紫又红又蓝，红橙黄绿青蓝紫都有，白色又有嘅，乜 Q 都有吓、啊，所以啊，即系嗰个濠涌车公庙咧，所以就系、是、香火系严格嚟讲咧系冇沙田嗰个咁鼎盛啦，当然系吓、啊，但系嗰个系古庙嚟嘅，呢、这个系啊，所以唔乸同嘅，其实系呢、这个都要讲翻清楚。咁啊，的丁就濠涌太细，交通唔方便，亦都系吓，呢个系冇办法嘅吓，呢个系大家都要明白，即系嗰度，而且一段好长嘅时间咧，个环境系好差嘅吓，系真系好 Q 差嘅，系唔掂嘅，其实系啊，即系
老老实实，即系嗰个位咧唔系好掂嘅，真系讲真，老老实实真系唔系好得嘅吓。咁啊，Peggy 猪又讲个笑话咧，我妈打针前咧都要摘圣杯，问下打唔打好，即系俾佢激死。咁、啊、咁样啊？系啊，冇信心咯。其实就其实信心。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多人都是没有信心的，这个都是缺乏了，有些是啊，就是这样说，濠涌条河呢现在就不会变色了，因为那间盐厂没了，以前就有间盐厂，那我刚才讲错了一点，其实呢它就不是入一点，它出一点，应该是个盐厂出一点， 我有时搞错了，我现在看回地图才记得，因为 我是搞不清它是出一点还是入一点，我看一看就才知道，其实就是那啊嗱，小米又话阿孙劲过阿爷，咁而家有啲人都系咁讲啦吓，即系咁啊 ，Mavis 咧就话求神讲方便，咁事实上都系嘅吓，咁啊，好空又有染厂都好差，系啊，嗰阵时又好条河好大问题嘅，系时间推移咧，跟住嗰个染厂执咗变咗亚视之后咧，其实嗰个环境系好咗嘅啊。咁啊 ，Little Ho 咧就我老豆96咧，亦都肯去打咗第一针，月尾第二针，快快脆脆打咗去啦吓。咁啊 ，Raymond Zhang 咧就话啦：新年快乐，祝大家合家平安，如意吉祥，恭喜恭喜！今日咧白担心白忙咗一早啊，寒风细雨排个几钟，终于搞掂检测，翻到屋企要检测咧就要检测啦。咁龙眼妹咧就话啲染厂污水好臭，啲水好似彩虹咁，系啊，日日都唔同色嘅嗰阵时，以前系好啦，分啲 line。多谢你的支持，同埋 Patrick Low 都多谢你的支持吓。咁啊，咁 Man Candy 咧，昨日讲有两间车公庙，社长今日做咗资料，系佢其实车公庙唔系净系香港有嘅，喺深圳都有啊。咁即系讲真啦，啲人好老实讲咧，去边度都会拜嘅，即系如果信嘅人啊，去边度都会拜噶啦。其实就咁，当然而家车公庙嗰个条友出嚟讲。话话林郑冇得连任啊，或者叫林郑唔好去连任啊，嗰啲老实实好似嘥狗气嘅啫，我觉得就我嘅睇法就系嘥狗气啊，系个报纸，即系系嗰份报纸想佢咁讲啫，所以佢系啊，佢就讲啲老板想讲想佢讲嘅嘢啫，只系Raymond Lee 就话圣杯揾 Indiana Jones 唔系嗰个圣，佢系。另外一样两反嘢，两反嘢系啊，嗰个叫摘圣杯，嗰系求神问卜嘅方法。其实中国人好信嘅，即系其实中国人有样嘢好信就系随手起卦啊嘛，攞副 pair 牌都得噶。有冇玩过啊？系啊，真系噶，真系噶，唔系讲笑噶，真系有随手起卦噶。有啲人赌马都系随手起卦，攞副 pair 牌啊，嗰副 pair 牌就净系抽晒嗰啲嗰啲 number 出嚟嘅啫，一至十四。佢随手起卦，洗完之后随手起卦，咁抽，跟住咪买马咯。有啲人系咁嘅，佢中喎，你吹佢唔涨喎，乜都唔睇噶，系啊。呢、okay， 个都 OK 嘅，系啊，佢可以咁做嘅，啊，系有啲人系咁噶，吓、啊，仲有Tolosef 佢话搵支笔都得，系啊。温辉呢社长今日有冇俾 tips 到嘛？有，摆咗喺咩咯？魔幻编辑部嘅社群页咯。不过头四场冇啊，头四场我都输钱。啊！头四场我有一场中咗三只，但冇用啦、啊、所以即系我唔记得咗啊。其实系即系我系谂住我揿咗嗰个即系点讲啊？揿咗个贴文啊，嗰、那个掣啊，但系原来冇揿到啊。过咗几个钟先发现咗冇系啊，所以我嗰阵删咗一至四场系冇嘅，所以系啊。咁啊，龙眼妹就话圣杯好似系木嘅，系啊，而家有啲胶嘅，不过啊。其实即系讲真，系啊，而家都有啲人系即系求其攞嚟做嘅啫。其实呢啲系吓，咁、啊、佢都系揾神明同意嘅。其实主要系木嘅，其实系，但系连胶都有嘅。而家系我只能够讲吓，咁、啊、即系嗱，都坦白讲，有啲人系会信呢啲嘅。咁我都觉得冇所谓。即系讲真，中国传统系有呢啲嘢，商朝已经有啦。不过你唔好攞嚟去做而家科学做紧嘅嘢。而家抗疫系科学做嘅，系啊，唔好干扰到，冇错啦，系啊，干扰到冇意思嘅，其实系。Raymond Lee 就话而家冇噶啦，睇下咧，迟啲阿爷点对付佢哋，对付唔到嘅，我同你讲，冇得对付。有一班人系冇得对付，佢长期都会喺度嘅，吓。咁啊，米老鼠就名副其实嘅屈臣氏，咁佢
系靠屈噶咋吓。咁啊，尾一失三嘅社长两个车公庙我都去过，有一年去西贡啊，车公庙拜完嗰年咧，时常中六合彩，三个半字同四个字，咁啊好咯。其实你有时有啲人会信嘅，其实即系好坦白讲，我又唔反对嘅。其实即系民间宗教，其实一定会有民间信仰，中国人有民间信仰，不嬲都有噶啦，拜祖先都系民间信仰嚟嘅，其实。不是那些搞到你破财啊，或者啊对自己的伤害啊，或者对其他人有伤害的宗教，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的。有些人就要去拜神，有些其他土，都是增强一个信心，有正面影响的有正面影响的宗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都认为是。永光就是宗教不应该涉及政治，其实即是宗教同政治其實都有啲關係嘅，不嬲都有啲關係，一直都有，一直都係有啲關係，即係冇辦法嘅呢啲。你話完全唔理咧就冇，就冇可能嘅。但好似佢咁高調出嚟講話，即係阿陳肇始做得唔好，林鄭收皮啦嗰啲。不其實陳肇始做得唔好呢一個，我係到而家都覺得好奇怪，即係佢點解究竟有乜嘢證據話陳肇始做得唔好？即係佢有疫情，有疫情就陳肇始做得唔好，好多人都係咁講。但係你一個地方咧，同外邊有聯繫嘅話咧，就有可能有疫情嘅咯。即係外防輸入都唔係百分百我哋講過嘅咯喎，跟住仲要講話，放生國泰乜乜乜乜。但係喂，你自己睇下香港嗰個情況先。如果香港冇咗嗰個空運中心嘅地位嘅時候啊，同埋冇咗航運中心嘅地位之後咧，香港好多嘢都會貴好多嘅。其實事實上係。咁你自己諗下，即係香港係咪可以承受到即係呢一個衝擊咯？其實窮人就承受唔到嘅，啲有錢人就冇所謂嘅。其實老老實實，即係講真，好似肥媽嗰啲出嚟講話，我唔信冇外邊啲嘢食啊，有貴啲咯。咁對你嚟講，梗係冇所謂啦。求其拍條片都幾十萬 view 啦，梗係冇嘢噶，係咪先？但係一般人咧，係普通人點啊？所以有好多嘢根本上其實特區政府難做嘅原因就係佢要睇住嗰盤經濟。有啲人就话用内地嗰套咪得咯，喂，但系点得啫？不嬲都系外向型嘅，即系香港嗰、那个，冇错，佢内地条水都会石，但系咧有好多嘢喺外国入嚟嘅，不嬲都系咁噶啦，一直都冇问题啊。咁啊有疫情啊嘛，咁而家有问题咯，咁我哋咪改咯。咁你改嘅其实结果又会变成咗内地嘅负担嘅，某程度上，虽然内地一定会支持香港啊，我都要讲，但系要记得一样嘢，唔系巨婴嘛，香港是成年人嚟噶嘛，系咪啊？即系香港其实而家有班人就系想将成个香港变成巨婴式嘅社会嘛，咁啱唔啱数先？我啊觉得唔啱数咯，唔啱啦。即系要坦白咁讲，你一个社会你要有自由，你就要讲翻你嗰个公民责任，系咪啊？即系你讲自由咪唔得，但系你要配合翻政府某啲即系施政啊、抗疫嗰啲，你要帮手嘅，有啲嘢系。总之大家做的事一定要做回，你有个公民责任要负回。但是你看看香港，即是连医生都是说，乜你咁守法的这样。跟着还要个老婆在那里吵，娶老婆还要在港台访问那里吵，哔哩吧啦咁顶。是可恶到不得了的嘛，是不是？好了，那么即是浩空就中了一场三重彩，那么 very good 咯。中下彩冇所好嘅，爽嘅吓，有时都系要中下嘅。Kokimi 咧就我以前睇奶奶抛圣杯抛到满意为止，咁咪唔诚心咯。其实就系、是、有私心重嗰啲。系啊，抛几次冇咩意义，冇咩意思。林姑娘就话觉得近十几年咧，所谓嘅玄学大师、风水师傅同埋解签者好多都冇乜料。如果佢求签咧，都只会是自己去理解签文。其实呢解签师傅会好准嘅，我同你讲啦。佢见到你嗰个情况呢，佢係会讲得出你嗰个问题出嚟嘅。但呢啲即係严格嚟讲呢，就係、是、一啲即係江湖嘅手法嚟嘅。即係亦都系我哋叫做官气。即係究竟睇下个人个情况系点，你讲咩去讨好佢。係呀。所以呢啲嘢呢，即係讲真，你唔伤身咁样信咧系冇嘢，咩叫唔伤身咁信呢？即系你话添下香油嗰啲可以吓、去食下斋菜，添下香油钱嗰啲，全部都可以做 ，everything 可以做。但系唔好即系瞓身去将成副身家捐俾呢啲宗教，唔得嘅，唔系咁样嘅。因为咧，其实讲真啦，我呢度都要讲，好多嗰啲教会啊，
即係宗教團體啊，其實係藏污納垢嘅地方嚟嘅，因為嗰啲地方咧有好多容易嚟嘅錢啊，俾人嘅感覺係，所以就會有老千喺嗰啲地方嗰度揾食噶啦。其實呢個就係嗰個社會嘅現實，呢個社會嘅黑暗面，我哋都要講，從來都係咁。你善良啲嘅人咧，你唔好陷得入去咁深，咁就冇嘢咯。即係有，有所謂啊，地獄門前僧道多啊嘛，啊！即系喺地狱门前啊，做僧啊，僧做啲僧人啊、道士啊，或者诶其他宗教嘅职员啦、啊，吓、啊、就企晒喺地狱门噶，因为多益人啊，即系跟住个黐住个庙咧，好多钱嚟嘅，唔使做就有钱嚟咯，好多时候，即系摆嚿石头就有钱抌落嚟。系啊，一个神像，其实一个木头公仔就已经吸得钱多过一个活人。你话犀唔犀利啊？呢一样嘢，一日到黑做早餐死啊，先赚得个鸡水咁多，一嚿 木头公仔啊，就赚得多过你成年啊！所以你睇到即系香港嗰个情况就系、是，你一个地方渔民多咧，佢一定系捧偶像啊嗰啲嘢。其实呢个世界冇变过噶，唔系净系香港呢个地方先渔民多，其实美国都系啊。喂，嗰啲咩 Kim Kardashian 啊嗰啲咧，喂嗰啲即系讲真啦。你是傻婆才会封他们做偶像啫，是不是？但不是，大把人掟钱给他使，个现实就是。你看即美国都是渔民遍地的，其实就是。啊、你还有在香港那种就是、哦、政治上又可以捧啲偶像出来。捧啲偶像。摆、啊、一两个出来。即、啊就是道神运动、啊。肥佬呢就做这些的，以前是。肥佬呢他那间媒体其实是一间庙来的嘛。你可以想到的，其实一传媒以前就是一间庙。啊咁啊，点样赚钱嘅呢？哦，你去入庙就要拜神，要买一传媒嗰啲嘢，要订阅佢嗰啲咁样啦吓。跟住佢又捧一两个嗰啲政治明星出嚟，吓、啊、佢做神啊嘛，佢要揾阿黄之锋啊、罗冠聪啊嗰啲啊嘛。好啦，咁啊做咗揼咗啲神出嚟咧，咁你咪不断供钱俾佢咯。其实系咁啫嘛。其实而家有人将肥佬黎做嗰套嘢掉咗去建制派噶，你睇得到嘅。咁究竟系边啲人做嘅？你自己谂下都知啦。边啲人喺一传媒做过啊？咪就系嗰个，咪用嗰个方法咯，咪佢用同一个方法嘅啫嘛，即系边啲人喺王营搞过嘢，佢将王嗰套吓、啊，好似何志光咁，何志光佢嗰套嘢调咗去南营，咁其实你话有冇运行先呢个南营所谓嘅，梗系冇运行啦，王营都收咗旗啦，到最后最发嗰几个人咪、就是、哦搞呢啲嘢嘅人咯，咪嗰啲苗族咯，系嘛，冇错，好啦 ，Chance 亦都多谢你啊。咁啊 ，Raymond Zhang 佢嗰度咧有留言，佢讲讲啦。寻晚咧一共收到五个警告，所以有啲担心啦。排队到我询问一下工作人员咧，佢话系统可能坏坏地。其实咧五个警告，其实咧都系你个 app 嗰度 generate 出嚟嘅，安心出行个 app 嗰度 generate 出嚟嘅。唔系佢哋唔系喺个系统度 generate 出嚟咧，第一要讲翻先啊。咁话系统可能坏坏地，今日有部分人会系咁嘅相同情况，只系感染风险通知，其实就系、是。即是可能呢同一个地方有几个人他就警告你几次，即是那条轨迹啊，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我自己讲的同一个时间有几个人，那他不会警告你几次咯。那如果你是感染风险通知就可以选择做和不做检测，那你自己当然要去啦，其实就是即除了强检之外，你收到感染风险你当然去检测了安心一点。如果人人都是这样做的话，其实个社会很安全的。因为 你做了感染风险通知之后做了测试。好啦，咁你唔会周围去噶嘛？你要阴性咗，你先会周围去噶嘛，出翻去噶嘛？你阳性嘅话，你自己就会报上去啊！我濑咗嘢啦，吓、啊、要去即系北大屿山医院旗下嗰个感染控制中心，系嘛？咪得咯，件事就解决噶啦，即系去香港版火神山咁就完咗噶啦，啊！即系你就唔会播疫惹到其他人噶啦嘛，其实就系咁啊嘛，其实嗰个安心出行不嬲都系咁样嘅、那个作用就系、是，即系话俾你听你。好似濑咗嘢喎，跟住你就去做一做。咁其实你话可唔可以再同埋用埋电信商嗰啲数据？其实咧香港又难啲嘅，点解咧？即系我都成日都要讲翻俾大家听，即系香港一个发射站咧系 serve 好多栋楼嘅，所以好难好准确咁叫人哋去检测嘅。其实系即系香港啲楼太密啦，嗱，即系其实一个发射站系 serve 好多地方嘅。香港其实系咁好啦，如果系咁嘅话，咁你点可能准确讲到俾你听你喺边咧？是做不到的，有些技术上是做不到的。人说喂追踪功能内地都做得到，内地不同的，内地真的不同的，内地三间电信商都是国营的，而且
电话号码系实名制咗好耐啊。佢搞电子支付嘅时候已经系实名制。佢实名制仲有啊，唔系净系实名制咁简单。之前一开始有疫情嘅时候，因为佢哋已经有5G 啊嘛，即系内地有5G， 所以佢哋嗰个发射站嘅地点咧就多好多啊。咁佢哋咧就比较容易咧就可以精准揾翻啊边啲人可能染过疫出嚟，但系都系唔准嘅。最初嘅时候你要记住，最初嘅时候咧。其实都不是真的十分精准，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呢基本上就完全没有染疫风险的，都要捉了去检测，还有那个警告呢就告诉他你可能染疫。所以有那时一开始的时候有人吵得很厉害，跟着是慢慢调整的先调整得到，因为其实呢要准的话呢就要用几个基站的距离去计你那个位置的。那如果用几个基站的距离为计你在哪里呢，要计出来呢用的电脑就会要很劲才得，即是要计得到，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所以有些人呢即是根本都不知道实际情况是怎样，还有究竟电信商是那个电信商它可不可以 keep 到这么多你去过哪里的资讯呢，其实现在呢严格来说是不得的。严格来说是不得的。如果要做的话根本上又要抌钱出来。是很多钱。怎啊，系好多钱的。你边个做啊？边个做？哦，疫情大把钱啦、啊，唔紧要咁。系，但系你临急临忙唔系话有俾钱又，因为其实冇咁嘅条件。香港嗰种社会系开放型社会，同内地都唔一样。内地唔系唔开放，内地都系开放，但系咧，内地咧佢开放系有条件嘅，好多嘢都系。同埋咧，你要喺嗰个社会嗰度生存嘅话咧，好多嘅资料咧，其实国家系知道嘅。要揾一个人咧，比香港容易得多。都不是十分容易，但是比香港容易咯。香港本身已经是难搞的，这一种开放型社会。不过有些人就觉得说是香港都可以学到内地。即是坦白说，现在大大声说香港可以学到内地的人呢，在内地是他们没可能声大大的这样乱差不噏的。我只能够这样说。这个就是现实咯。嗯。啊、好。Lee Zofia 就说练马师、华人骑师和外国骑师就很信车公庙。嗰排咧罚停赛多或者搏杀失手多咧，就去拜车公，咁啊真系手封信好多吓、啊。啲骑师受访问好多时咁讲，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嗱，其实呢啲咧就系帮车公庙推广嘅啫，即系我嘅睇法系，因为佢哋班扑街啊，即系好老实讲，啲骑师，即系我都唔想咁样讲佢哋。佢哋稳阵银好多方法。嗱、啊，即系咁讲又唔系嘅，但系有啲就真系好离谱啊！近排。即系莫雷拉都啊，即系都要罚佢停赛，就系咩咧？咩不尽力拆骑？喂，其实因为你不尽力拆骑呢啲嘢咧，其实真系好乸过分啊，唔系咁好嘅呢啲系。咁但系要记住啦，即系马场系马场咧，同车公庙近嘅啫，所以即系帮下侧边嗰啲吓，即系。庙啊，吹捧下嗰啲生意，吹捧下，其实大家即系花花桥人抬人嘅啫，其实就。所以 James Lau 讲得啱，就认真你就输了，其实就系唔好太认真，尤其是拜神呢啲，你拜神你要心诚嘅，但系你唔好话认真到咧成副身家捐你个庙啊，唔使嘅，呢啲冇用嘅，我只能够咁讲。咁啊，方思昌咧就求签 OK， 但系唔能够人按呢个人嘅心意去解签，妖言惑众啊。咁其实佢哋妖言惑众咗好长嘅时间噶咯，其实咧一向都系咁噶，系啊，系一向都系咁噶，系妖言惑众好耐噶啦，佢哋系。佢唔会停啊，仲有啊，咁啊，朱永新就话，而家大部分香港人眼中自己冇咗投票权，就冇咗公民责任，个社会点烂咧都同自己冇关系，佢哋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其实香港而家系咁样，呢个系一个悲剧嚟嘅，其实呢个系一个悲剧嚟。其实有好多网友佢根本唔会理嘅，佢抗疫嗰啲嘢唔理嘅，佢话超外国都，其实我见到自己有啲朋友系网友，外国都系同病毒传啦，点解香港唔可以？佢哋一定会。好消极咁样支持呢个特区政府嘅，其实就系完全唔支持有一部分，即系打针嗰啲佢哋会做啊。但系你话安心出行，佢哋会唔会去到边端到边？一定会。政府逼佢哋强制佢哋端，佢唔会端。有啲人就会端，但系即系佢哋都系会大大声闹话扰民噶啦。而家系咁麻烦嘅就系。咁啊，当然方思昌你都讲得啱嘅，即系有啲人妄称神明，佢不嬲都系咁噶啦。有班人系不嬲都系咁，佢唔怕嘅。即系其实有好多嗰啲神职人员咧。佢系自己唔 Q 信嗰个宗教嘅，其实系、啊、真噶，佢就系信钱就有一部分系真噶。清楚呢呢套嘢点玩啦吓，佢、啊、做一个老老实实做嗰个演员啦，想自己系咁，当然唔啱数嘅呢啲系。Cam Ho 就话啦，麦玲玲搵饭食，
吓，咩都碌，见人讲人话，大部分人都系咁噶啦吓。哇！而家最近嗰叫咩七仙鱼啊，而家好红啊呢期。七鱼仙系嘛？七个奶啊嘛？唔系七仙鱼，七仙鱼啊。系，不过我成日记咗七鱼仙啊嘛，即系七个奶啊嘛。之前有个六鱼人咁啊，七鱼仙咯。佢贪好玩啫，其实即系冇咁认真啊，对呢啲。啲演員嚟嘅啫，唔係有好多人就信呢啲嘢嘅，其實就即係其實你要明白個社會就係咁嘅，社會上其實嚴格嚟講係蠢人多嘛，有啲人就係專登要揾多啲蠢人信佢，佢哋會好成功嘅，即係我哋呢啲咁嘅聲音咧，好少人聽嘅，越嚟越少人聽，其實就係、是、好啦，大鑊啊！咁 Pick 呢就話燒老餅去咗邊，可能打緊機話，佢打緊機都費事聽啦，啊燒米餅其實講緊燒老餅。咁啊，青山逃犯麻醉员咧就系风光背后系金山银山，仲有青山。咁其实佢金山银山已经有噶啦，佢哋嗰班人已经揼到出嚟噶啦。咁啊，天平亮咧就话车公庙个庙祝，如果想林郑唔做特首，应该话林郑唔好做好过，做得咁辛苦，咁就好啲。但系佢唔系噶，因为你要明白咧，佢咁样讲咧就冇人报佢噶啦。他一定要讲到实牙实齿，是车公叫他不要做的，所以就是这样。Ricky Lam 就是香港的拜木偶文化，细细个拜偶像拜到现在，其实是的，其实很多愚民，这个世界是很多的，是黐个种，其实内地都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内地才说要那些什么偶像团队那些要限制一下这样，其实这个是不好的风气来的，这个风气是不好的，影响心智。太沉重了，中了五重彩咁犀利，中了五重彩有五重彩嘅咩？哦，五个地方个警告，系哦咁样，五门都话都收到五个同一地方嘅警告，入咗嗰度三分钟咋，不过刚刚都去咗排一个小时去撩鼻，其实小心啲好嘅，其实大家配合翻咧，佢个疫情又好容易啲控制到，但你睇下香港有咩人系真系配合啊？你自己睇下，咪啲我哋呢度百几九百个网友咯。冇乜人配合噶，其实即系啲人话哦好配合嘅，咁讲真啦，我自己都知道有啲人啊，即系强检啊，佢专登唔去噶，有啲人系好 Q 衰噶，仲要去第二啲地方你揾佢唔到噶，咁啊雪融融又话唔系有意冒犯啦，我有好几个朋友已经绝交嘅朋友都系耶伦啊耶伦啊 Yellen Janet Yellen 呢几个人咧都虚伪到一个点，亦睇唔过佢哋成日借宗教名义啲极度自私同埋推卸责任嘅行为，有啲人系好衰嘅。呢啲系冇得讲，呢啲系应该咁讲啦。呢啲叫做有一句说话嘅，就系、是、学佛不成嘛，就害全家嘛。呢啲系噶，即系佢信嗰个宗教，其实乱嚟嘅话咧，其实有啲人系有叫做嗰种心咧，系心理唔好嘅。佢哋嗰个本身个心系即系做咗一样嘢，就系、是、基本上咧就系、是、佢害 Q 其他人。即系佢个心地唔好，其实本身就系、是、佢信咩都冇用。有啲人系，我都只能够咁讲。有啲人系好衰嘅，其实系。咁啊，Torresef 就内地追踪系靠张电话卡去追踪轨迹，而唔系健康码。咁内地要追踪轨迹都唔系百分百嘅，所以佢会有场所码。点解要有场所码呢？场所码就系方便你定埋个位啊。你扫嗰个场所码嘅话，就可以准确定位你去过边。其实就系咁。咁啊，滴叮就5G 应该好啦。5G 系容易啲，因为5G 嗰啲发射站就密啲嘅，同埋佢有啲小基站。咁嗰啲数据你边个去过边个基站附近，咁你咪会知咯。但唔系咁容易嘅，都系咁好啦。尾汤就教会啲钱咧有入冇出，有人问个厨师，而家捐俾教会，如果冇饭食，教会可唔可以俾啲我买饭食？全教士话俾咗教会就系教会嘅，你嘅钱已经奉献咗俾神。其实个问题就系咁嘅，即系。有一样嘢咧，我哋成日讲啊，你奉献唔系唔应该奉献，即系如果你系信教嘅，你要即系俾翻个教嗰啲钱，佢哋都要皮费嘅，即系佢哋都要皮费，你都要俾佢。但系咧，你唔好当咗你俾教会嗰啲嘢咧系可以攞得翻啊！你唔好有咁嘅心态，唔好有咁啊，唔好有咁嘅心态，你有咁嘅，即系你好似去拜神咁样，你觉得哦，我添咗香油，我可以攞翻着数嘅，唔系咁噶，呢个世界，呢个世界冇咁样噶，即系有好多嘢你自己要自己顾自己嘅，其实咧。你顾咗自己咧，就顾埋身边嘅人咧，咁其实都差唔多噶啦，咁就够噶啦，系啊。咁啊，空威斯就话唔同意呢帮人咧，有可能同司马南一伙，咁有可能嘅，你都讲得啱嘅，都有可能系司马南嗰班人嘅，吓、啊、都有可能嘅。如果系司马南嗰班人，咁其实就系要内地去查咯，其实就系、是、吓。咁啊，
深水埗岛郡咧就话仲有移动行程卡。咁嗱，即系咁嘅，即系呢啲系叫做佢哋嗰个做法咧，就叫做公益性行程查询服务啊嘛。其实佢呢个系帮你证明你14日去过边啲地方，即呢个好耐噶啦。其实内地嗱，我讲俾你听啊，即系大数据行程卡咧喺内地咧。即是2020年的时候已经有的了，即是在疫情之初的时候已经有的了，其实是这样东西。还有是即是国家去做的工信部，它有全国一体化的服务平台。那时候很有趣的，那时候我都有试过，我有张 SIM 卡是内地的。那好了，那内地 SIM 卡那怎么样呢？即是实名登记啦。那你打回那个电话号码下去，咁你就已经可以知道你过去一段时间喺边度，佢系知道你喺边嘅，直情系。你就算喺外国啊，佢都知嘅。咁可以证明你嗰段时间去咗边，其实就咁嘅。咁当然有啲人个情况，嗱你都唔系百分百，我都要讲。其实有啲人咧系查唔到自己行程嘅，唔知点解。所以你话究竟系咪真系百分百准确？其实都唔系，好多嘢都系要靠自己去帮手嘅。咁啊，空空又话教会好搵钱，我以前有 Sir 捐大部分人工俾教会。嗱，咁个情况就系咁嘅。你话教会好搵钱，咁其实你讲先。即系捐，其实本身就唔系一个咩大问题嚟嘅。你去开嗰个教会，教会佢自己都要成本噶，都要皮费嘅，灯油火蜡都系支出嚟嘅。但个问题就系，如果你捐太多，系太多到咧，系影响到你个人嗰个生活。譬如你有啲人就沉迷到咧要自衣缩食嘅，连饭都唔舍得食，但系自己份粮咧就俾 Q 晒教会咁，喂呢啲就过火咯。事实上就我觉得有啲人就好沉迷咁噶，啊，即系一般嚟讲咧都系一啲缺乏信心嘅人先至会咁啫，要借助一啲外部嘅力量去帮自己有所改变啦，啊，但好多时候都系要由自身改变，要自身改变先啦。嗯 ，OK。嗱，咁仲有多谢 Boatminder 啦，多谢你啦吓。咁即系你话教会好搵钱，其实即系其实又唔系嘅，即系严格嚟讲，有啲好闷嘅。嗱，其实就即系佢哋有一套方法嘅，即系啲教会点解赚好多钱？你睇啲教会点解会好多钱？其实佢哋因为系时间长啦，即系时间长嘅话，佢就自然有钱噶啦。其实即系你一个家族嘅话，其实你如果嗰个家族系成族人系长期冇衰过嘅，都系点都系会有钱嘅，都聚埋咁多年就会有钱，累积就会有钱嘅，其实就咁嘅。即系所以听话啊，深水埗岛郡话美国教会要捐 10% 收入，唔知真假，系要有啲嘢咁嘅，系要嘅，唔系间间教会都会叫你捐10%嘅，即系都要奉献10%，唔系间间教会都会咁嘅吓。咁啦 ，John Lee Wong 就话咧，行程卡查唔到咧，因为系港版卡两号，内地号码系小号唔系主号，系啊，呢个就系一个情况，呢个其中一个可能嘅情况就系查唔到行程，所以我成日都同好多人讲，你唔好搞一卡两号嘅，我同个喺香港嘅人讲好多次嘅，就系你自己去内地搞翻一张内地嘅卡号，宁愿咁样好过用一卡两号吓。咁啊 ，Chris Lai 就咪再帮，咪再讲咁多藉口帮耶稣教解释啦。即系好坦白讲，又唔系帮耶稣教解释嘅。其实所有宗教都系你道人向善，我哋唔会孖叉嚟嘅。你乱叉唔嚟，我哋就会孖叉，就系咁。咁啊，冇义气冇骨气，食碗面反碗底，就外国停半个月，日日跑香港只系停6日。其实跑马嗰、那个，你而家讲骑师嗰个受罚嘅情况，外国如果罰停賽嚴重好多啊！嗰個後果可以係，但係香港係唔同嘅，因為香港馬會其實知道一樣嘢咯，就係水至清則無魚啊！呢個都係要講，唔好停咁耐啦，咁啊，下次唔好啦。係啊，咁 Mandy 兩就罰門係出家人嘅地方嚇，佢哋唔適合有大量金錢，真正罰門子弟係唔會接觸金錢嘅。其實事實上就唔係咁嘅，即係唔係咯，你都要 run 噶嘛間檔嘢。都要去有灯油火蜡有支出噶嘛，有时又要收葺下，又要改建加建，好多 credit card 嘢嘅，你冇办法避免嘅。有时就我哋活喺一个金钱世界度，系咪？嗯 ，W Y Young 佢就话咧，我去边度都扫到边，咁啱嘅。强制扫描就有人扫，冇强制扫描得我扫，有时仲俾人睇到我系异类。其实你扫咗，其实你自己安心啊嘛，因为你记录咗你自己嗰个行踪啊嘛，呢个系紧要嘅。我哋讲过噶啦，其实系。
Nicky Lam 又话一卡两号内地号码早几年都要实名制嘅，其实实名制好耐啦，但系就系点解追踪唔到个问题？咩问题咧？就系、是、你嗰个卡佢唔系咁样记录嘅嗰个方式，所以有啲嘢系都系唔系百分百咯，我只能够讲吓。咁啊Torresf 就话阿翁咩精啊，都爆咗好多佛门团体嘅敛财方，佢唔系真系佛门团体嚟嘅，佢哋系真嘅敛财团体咯，其实就系咁嘅啊，有啲系咁噶。冇办法，呢啲系用佢哋容易揾钱，你要明白，即系一个人唔够木头公仔叻啊！即系我哋都听过好多人讲噶啦，哇！啲木头公仔就咁摆喺度，都有人掟钱俾佢。其实你都知噶，喂，喺外国都系噶嘛，你有个井喺度啊，都可以掘到好多钱出嚟嘅，因为有人喺个有人掟个一蚊去许愿啊嘛，就系、是、一个井嚟啫，乜都冇噶吓，井都可以许愿噶，你掟钱落去许愿咯，系嘛？你一个人有冇人睇街度掟钱俾你冇噶？冇呢啲嘢。有啲庙门前都有个水池，咁水池好多银，水池底好多银噶。所以我就话啦，你其实有个原始嘅，其实嗰啲池咧，通常都系咁嘅。如果一个银都冇俾人睇到咧，就唔会有银嘅。咁得嘅，人嘅心态就系咁噶啦。你铺咗一部分先，即系嗰个叫种子钱啊。即系佢有个总之车度就有人掉落嚟噶啦，其实就系咁嘅。佢刻意都系嗰个心理就系咁嘅，刻意都系咁。系啊，佢哋系咁啊。啊，歪白人包括罗马池都系咁，佢罗马池系啊，系好犀利嘅。咁啊，杨小宝啊，之前去茶餐厅食晏，居然有个尼姑都喺度食，吓食奶油多啲咪得咯，冇所谓嘅，佢哋食得噶。奶油嗰啲奶油唔系牛油嚟嘅。就算是牛油都不怕的，就算是牛油都没事的，牛油没事，牛油奶做而已，没有杀生的，最重要就是那样东西没有杀生，就是蛋奶素很多都是可以的、啊、好了，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听朝再见、啊、神芒第一线，希望见到大家，是这样先，拜拜拜拜。